大学宿舍有心机的室友。学长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我今天可是素颜呢、啊。北北，我得换衣服。这是我们室友王琦、哎，这是小慧，这是夏雪。嗯，那我们明天再聊。北北，我换衣服都看到的，这有什么的？他又不看你，就算看了也不一定看得上。别紧张，北北，你以后视频别把我们拍进去了，都是女生挺不方便的。知道了。小慧，咱俩拍个照片呗，我想发个朋友圈啊。我今天都没化妆，拍出来不好看吧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怎么拍都好看，快来。发完喽，让学长看一下我的美貌。贝贝，你咋就 P 了自己啊？把我脸都拉歪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。要不你删了我 P 下重新发吧？哎，不行，学长都点赞了。没事儿，我的朋友圈没有人注意到你的。我 P 完我们的照片，你也更好看了啊！那你赶快发给我，我要重新发。姐妹们，一会儿学长要来找我哟。你又要去约会啊？不是，他要来咱们宿舍，他给你们带礼物呢。他怎么进来啊？溜进来呗。贝贝，你把他带到我们宿舍真的不合适，会给大家添麻烦的。是啊，那有男生进女生宿舍的？人家过来看你们还给你们带礼物，你们就这样啊？亏我还把你们当朋友。